中国我所采取方。那一年父亲去了，在东西湖一个郊外破败的医院，他死于肺癌。据说死前的两个月，那片所有的活人带走了这个世界。那一年父亲去了，临终时他一定想见谁，母亲似乎懵懂，儿子们穷忙在外，只有一两个他不喜欢的人送他鱼肉上山。那一年父亲去了，他被污名打压地活了一辈子，孤独、倔强、沉默，对家人而言他也好是一个陌生的世界，只因不善言谈。父亲去后30年，在我心里有说不尽的悔恨悲哀，那是一个多么孤独的生命，慢慢地我才醒悟明白。